你看这个河，我们好像停的呀。车子慢慢走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也好漂亮。对呀、啊，这视野多好。就是这个。我们经过它旁边的时候会停下来。啊不，我们不会走到它跟前儿，主要是想拍这个景。开，那个前面那个车子不开一下。它不开，挡住了我们走。